各位乡亲好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立善的善厨房。这次我要跟口湖的好虾九南市的傅正一起来介绍简单又美味的料理哦。各位县长好，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好虾阿正，想要吃到温暖乡亲的好滋味，只要将好虾放在平底锅里面，简单的盐、米酒、加水，做最简单的懒人料理啦。哦，就炊三分钟就可以，比煮泡面更加简单。哇，实在太香了，哇，看了口水都快流下来了。那县长哥哥，咱是用现在喜欢哦，用生态养殖无毒的方式去起用意，所以里面有满满的氨基酸跟蛋白质。这道原味虾不能只有用看的，大家一定要买回家煮来吃哦，才能够感受真正的云林鲜滋味哦。